的设计，失去徐明祥一时，是你先对付阮爸，嫁祸于民族，爱我变作是你。总有一天，你跪在我的面头前。你接近洪杰，到底有啥目的？你若是无想要等你龙阿来，他好白。哇！你啥物个好阴性诶？一个查某人对你一点仔好处都无。只要我教伊，你拢要甲毁掉。你真正让我就失望了，你后悔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好阿声。玉露，安怎？洪杰是不是甲可可做伙？我真生气，冲入去，结果去得罪着对方，让洪杰骂到臭头去。洪杰甚至讲，伊要甲我分手。可是我来甲洪杰无法度登记，你得爱负责啊。这个送我礼物了，玉露。哎呦，你算小嘛？那你叫人骑车弄阮爸这条线，你还算比较高明。今妈，你妈妈已经交报出来啊。以后你爱应付的查某，就唔拿蔡明如一个啊。你若知我嘛交报，咁我想阮爸来找你的麻烦。我要来找你，不就出来？啊，不是都是出来啊？哈！你莫对我起下动手好无？我爸肚底有囡仔，有囡仔该我哈？啊，真了不起哦！接近洪杰到底有啥目的？是安怎一定要破坏因的婚姻？这段婚姻哦，那是真美满，别人要哪有机会当破坏？好啊。哪里我就听破你的嘴，和你无阿多，我伫个洪杰耳边讲话啊！你先别着急出来哈！你先别着急出来啦！阿哥，你不爱好好做当事，你愈不爱好好做，我就愈想要做。不然到时候我提着当事对你大威啊！我要做无，你是不爱，我就是不爱好你做。我该见我当事，你唔当问题，你还给我关心。我拄只我是看我赶到，你又加歹一条人命呢！洪杰，我唔知你妈是怎样用牙膏，我真正唔知影我无。你真是万一相信，嘛不会相信妈妈。我敢相信我目睭看到的，我看到你要甲看我害死，因为你叫我离开，我唔肯。妈，你就是，只要我教伊，我珍惜的，你拢要甲毁掉。